主料红烧肉8到10块，辅料粉丝50克，豆芽50克，生菜50克，盐、鸡精、白胡椒粉、姜粉、香菜。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红烧肉取出适量备用，粉丝用冷水泡软备用，豆芽和生菜备好。锅内放一大碗水，加入红烧肉及汤煮开，加入蔬菜煮软，加入粉丝煮软，加入调味料，撒上香菜即可出锅。烹饪技巧，最好加入一些红烧肉的汤汁，可以让粉丝包的味道更鲜美，白胡椒粉和姜粉很提味，最好不要省略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